我告诉你，军棋你一定下不过我，因为我通过多年的拜师学艺，已经掌握了一整套排兵布阵的无敌招法。不信你就来试一试。哎，正好用这个啊，即刻的智能军棋，把双方棋子摆到擂台上呢，就能够比出大小了，既省了一个人力，还不怕裁判也会作弊。好，我已经摆好了，随便你拿什么棋子来吃我，你也赢不了的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发现不管你有多大的官，总是会遇到我的比你更大的官啊？哎，这就对了嘛，无敌阵法就是这么灵啊。想学吗？很简单啊，把你的棋子呢全部换成我特意设计制作的作弊棋子，他们通通都是司令，然后再贴上别的头衔就好了。是不是很好玩啊？即刻的这个智能军旗呢，是通过每个棋子里面四堵高度不一的隔墙来识别的。这四堵墙相当于是每个棋子特有的条形码。当把它们放到识别区之后呢，棋盘就会根据哪几个按钮被按下来，确定你放上去的是哪一枚棋子。如此啊，咱们就可以作弊了，用 3D 打印造的最大的官司令来做一批棋子，对方显然是怎么打都打不赢你了。你看，新瓶装旧酒，既能勾起自己满满的回忆，又能跟孩子朋友快乐的厮杀。携带方面不挑场景，是聚会、露营、家庭日中氛围组的扛把子啊！你不赶紧准备一个吗？对了啊，作弊棋子我就不送了，免得你拿他们去作弊就不太好了。